今天开始讲字帖分析。行书的基本字帖是哪一本呢？最著名就是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学行书跟学篆书、隶书、草书一样，字帖很多，各家风格也不一样。你总要选定一家作为根底，这家必须是有规矩的，学习之后就懂规矩，这样把根底足实了，今后创作就是一马平川。一、兰亭序概览。兰亭序研究是个大题目，大致来说，一是研究兰亭序文章的，二是研究书法的。有关文章部分我放在后面讲，先讲书法研究。1.1 正文字述。兰亭序原迹没有留下来，现在最好的摹本是故宫神龙本，凡28行，324个字，用纸2张，纸高 24.5 厘米，两纸总宽 69.9 厘米，接缝上盖了几方齐缝印。第一纸写了13行，第二纸有15行，也就是说，开始行距较疏，结尾行距较密。四级课程讲过折纸问题，折纸后有多种写法，或写在2条行线之间，或写在行线上，也有一行写在线上，下一行写在行间，甚至写一行空一行，所以造成行距各异。很多古代作品都是前疏后密，孙国庭书谱也是这样，这跟作者心理变化有关。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，先做一个工作，把每一行都标上数字，即每行的序号。今后我讲到哪一个字，会用数字来表示它的位置。如0207就是第2行第7个字兰，编个号只要5分钟，今后会让你省下大量时间。我统计了兰亭序每行字数，最后一行只有8个字，写10个字的也只有一行，写11个字的有10行，写12字最多有13行，写13个字的只有2行，写14个字的只有1行。所以每行长短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后一字，行脚不齐，行书作品往往对行不对格。有人追求行脚齐平，没有必要。把324个字除以28行，平均值 11.57。所以一行写12字最多。纸高 24.5 厘米，去掉天地头约1厘米，每个字近于2厘米见方。尺寸是比较小的。开始临写《兰亭序》，我强力建议各位使用放大本。理由很简单，放大本看得清楚，看清楚才能理解正确，看不清楚怎么下笔。如这个德字，
一放大，笔锋走什么路，几个关键的接点怎样用笔，做了什么动作，可说是一览无遗，照着做就可以了。1.2 增添两字，唯一有14字的是第四行，原因是增添了重三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写在行间的，《兰亭序》总字数包括这两个字，如果没有这两个字，这一行也是写12个字的。《兰亭序》是一份草稿，所以文中多处修改。1.3 删除两字，25行删除了两个字，仔细辨认是两可两个字，这句原来是两可悲也，改为悲夫。1.4 改字，改字是指原来写的字上照上一个新的字，《兰亭序》共有6处，分别在13、17、21、25和28行。13行外寄所托改为应寄所托，因为是照在原来写的字上，所以用墨很浓重，比其他正常写的浓很多，你练习时候未必要这样做。历史上很多书法家是复制《兰亭序》，所以也是先写外字，然后把音字照上去，以求和原作一模一样。临习就不必这样做了。17行先写了于今两个字，然后改为相知。21行原来写岂不哀哉，改为岂不痛哉，哀改为痛。21行还有一览改为梅览，这个字初初一看好像没有改动，看放大本非常清晰，编号2104的美字放大有两种墨色，浓墨一是原来写的，淡墨是后加的，淡墨最后一笔还做了个效果，收笔指向一字的起笔处，似乎是从这里连出去的。顺便提一下，行书每字中间两点往往不是分开的，而是两点连写为一撇，与一横组成名人式。王羲之这里是改字，所以一点一画写得很清楚。25行悲也改为悲夫，刚才讲过了。最后28行有感于诗作改为有感于诗文。放大点看，墨色浓淡相当清楚，这一次是先把作字涂掉，然后照上一个文字，
做了两道手续，跟前面改制都不同。1.5 写错字。兰亭序中有写错字没有改的例子，如第八行合字，右旁应该是口，却写成了日字形。我猜想可能本来想写绳字，天朗气清，惠风神畅，气清对神畅，一想不对，合唱比较好，就这样没写最后一竖。王羲之绳字在圣教序中有，比较一下就知道，相当接近。第三行的壁字可不是写错字，这是隶书写法，跟现在正楷字不一样。兰亭序很多地方带有隶法，我讲过追也是用隶法的，今后还会遇到。作者是有隶书根底的人，是隶书向真行过渡时期的作品，在鉴定上有重要意义。15行样然自足的样也不是写错，有些人说应该是快然自足，不对，样本意是不服，有局将之意，可参阅说文解字段于才注。文中样然自足是自大的意思。1.6 事后补字。第一行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字是写完后事后补上去的。永和是东晋孝宗的年号，共12年。永和九年是公元353年，那一年干支纪年是癸丑。为什么年份要用两种方法表达呢？是为了防止出错。干支纪年的缺点，一是60年就轮回一次，二是不容易记住，如香港回归是1997年。但1997干支是哪一年呢？有几个人知道？这必须去查一查。原来岁次丁丑牛年。兰亭序第一句永和九年岁在干支不记得，于是王羲之空了一格，查到后才补上癸丑两字。因为留出的空间太小，所以癸丑两字都写扁了。后代有些人凡遇到癸丑都写扁，那有点好笑。你临习时应该把这两字写得和其他字的大小一样，这才是合理的做法，毕竟你不是在复制兰亭序。以上说的是兰亭序中某些字的特殊情况，这些字今后课程还会进一步分析。前面说过全文324字去掉重复118字，兰亭序实际用字只有206个。今后几课就是具体分析
这206个字。我在讲解中会把《兰亭咏志》和其他作品对比，以使各位对王羲之的行书有比较全面的认识。这206个字我排了个次序，最简单是一，笔画最多是官。我将从简单的讲起。二，读帖。一本字帖放在你面前，不要急着写，首先要读帖，读懂了才下笔。这个我说过很多次了。那么读帖读些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书法三要素是用笔、时势和果数。真、行、草三种书体都是运用这三要素写出来的。读帖就要读懂每一个字的用笔、取势和果数特点。三要素也就是三大技法，适用于草书、行书和征书。基础课程一至三级是学习这三大技法，专题课程七至九级草书、行书和征书是使用这三大技法。作为一种书体，草书、行书和征书各有自己的特点，彼此有些不同，但根本技法是相同的。只要把这些异同弄清楚了，自然就会写了。《兰亭序》是真行，接近于真书的行书。行书还有草行，那是偏向于草书的行书。真行强调点画分明，草行强调实转方便。举例来说，《兰亭序》有三个修字，把这几个修字分笔势，一上手就有点麻烦。左边是单人旁，这是立人式，然后是一竖，不是奴也不是果，写得很直，可算是重，单一笔势。右旁上面是撇横撇横两次，撇横是名人式，第三个字获取鸟处式做变换，然后是月，其实是肉。外框是勾果画式，里面两横是奋笔式，我做两点铁铃。很显然，这样奋笔式比较繁琐。你看上烂帖的修字，左边两竖为竖笔式，右旁上下两个形态不同的非带式，六个笔式变成三个，是不是既简单又清晰？第二课我说过，王羲之一些行书信件水平在《兰亭序》之上，这个修字只是例子之一。《兰亭序》中还有些字大圈使人费解，如梅兰溪人心感自由这句话中的感字，下面这个心字怎么写的，取什么笔势？各位不妨疏空一下，照千诗走写不成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否原作原貌，令人生疑。再来看果树，这么当字，上面两个笔是顾盼式加蜜头式，兰亭序当字，把这两个笔式安排得很近。上润帖恰好相反，两个笔势离得很开，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写法，仿佛舞动的绸带，极为奔放。至于下面的口和田，兰亭序分布很平均，而上润帖显得非常密集。前人说接字，疏处可以跑马，密处不时透风。篆隶点画分布是平均的，真行草是有疏有密的。兰亭当字密在上面，上润帖密在下面。理论上说都可以，最终效果上润这个好，动感强烈。又如兰亭序中的虽字，右旁是锥，锥的四横很老实的等距离排列而下。上润帖完全不同，一竖改用一撇，四横长度越来越小，后三横连写，密不透风，不留白位，令人拍案叫绝。上润二帖德式三帖是日本遣唐使带回去的，献给日本天皇，一直传到现在。中国人以前不知道这几个帖，清光绪十八年，杨守敬任驻日清使随员，收集书籍字画，才将上润三帖摩勒于灵枢元帖。除了这三个字帖，其他还有，可惜这些字帖的字数都很少，不足以做教材。我这个行书课程以字数最多的兰亭序为主，兼及其他优秀作品，以使各位知道什么是王法。谢谢。